海军总部端结官兵同乐会今天下午2点钟在总部中正堂举行，由海军总司令宋长志上将主持，总政战部主任李忠和官兵代表200多人参加。宋总司令在会中预祝海军官兵们端结快乐。在同乐会的节目当中，有海军官兵代表的节目表演，有本公司歌星张琪、张琴、欧阳菲菲的歌唱，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掌声和赞赏。